这次虎哥三兄弟又从安平出海去钓鱼了。虎哥三兄弟又出海钓鱼了哈。我们试看看今天能不能钓到哈。今天不钓鱼，土托石木鱼就好了。石木鱼哦。石木鱼。什么鱼啊？恭喜中达的长班终于有中鱼了哦！可以挖叉叉了。对，等一下可以挖叉叉了。怎么可能？白带不可能啊！白带是在底下的，不是啦，不是不是。第一次开心耶！我这边可以画一个叉叉的好，马上比赛。哈哈哈哈哈！加我一点的叉叉。对对，准备准备，刚才小港福港巴拉库塔一种本，这米巴拉库今天钓到第一次了嘛？对对对，船长，满公湾中打船长钓不钓你啊？我只只只拿破纪录。我们刚好用岛澳七七的 T 恤来，我们一只就要打一个叉叉嘛？没错，打一个叉叉。这只啊，这只今天比较小哈。打叉叉，哦，一只喽，一只喽，一只喽，打一只了，耶！金满十只，岛澳七七换一只续蟹，对对，换续蟹哦。哎呀，我发现了，刚被开戏啊，哥，哥你录啊哦。兄弟中鱼了，哦，要吃鱼哈、啊！阿伯跟你讲，中达爱吃鱼啊，才会钓鱼啊。鱼肉先吃落啊。要无鱼啊，无钓鱼啊。杀掉你，杀掉，杀！好，虎哥这一把尚方宝剑就送给。蔡船长，这一把尚方宝剑，上斩昏君，我下斩残臣，耶、yeah! ！没来的都斩啊，没来的斩，包含了今天没有挺船长中达哥的有谁？没有来的第一个小康我点名，第二个彦祖有没都没有来，第一个谁？小康斩斩，第二个彦祖斩，车车去宴会斩斩斩斩斩。Meant to be free.